2020年，蜡笔小新将用蜡笔拯救世界。以小朋友的涂鸦为能量，漂浮在空中的涂鸦王国。不准小孩涂鸦的就是大人。地面上的涂鸦越来越少，让王国陷入毁灭危机之中。你是地面的人类里唯一能使用奇迹蜡笔的勇者。叔叔该不会是绑架犯？让大人闭嘴，让小孩涂鸦的作战计划就命名为开心画画大作战。我们将强迫你们涂鸦。能阻止一切的只有拿着奇迹蜡笔的勇者。你好，我是布里夫，我会听候你的差遣。隔夜内裤的味道。我不是新内裤吗？勇者心之柱，跨出拯救世界的英雄。先给我一点吃的东西吧。还有，小心，我喜欢你。小心，我喜欢你，奇怪。一起涂鸦吧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我的屁屁唇，好臭啊！你们几个都给我乖乖出来。你这叛徒。新之助和这些涂鸦到底能不能拯救世界呢？我一定会拯救的。蜡笔小新电影精湛涂鸦王国与超多自由者。不要按。哦，啊哒哒哒哒哒哒，好滋味。